第二次的裁检的结果，他们跟我们讲是未确定，所以我们也认为这案子在我们的社区里面也是没有影响，所以我们也把它宣布结案。太极移工是台反太的一个个案，我们也宣布它结案。那这个案子呢，在里面我们总共也采了253位，这253位全部都是阴性。然后第二个比较新的一个结果，我们跟太方来做询问，他们那时候也有做第二次的裁检，那第二次的裁检的结果，他们跟我们讲是未确定。另外呢，他跟他一起返泰的女友泰国的检验的结果也是阴性。好，所以基本上这个案子大概是否是一个阳性，他还是被存疑的。好，那另外呢，在台湾所有接触者的血清跟我们的 PCR 都是阴性，所以我们也认为这案子在我们的社区里面也是没有影响，所以我们也把它宣布结案。